为了感谢你昨天帮了我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便拿，随便拿，就拿了，一定是膨胀了，莫伊，都敢来高档超市。 拿不动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榴莲太重，扎手。吃呢，这几天。啊，吃不消，吃不消。干了。干杯。嗯。我好久没吃过一整碗的榴莲，太爽。 你吃，给。当大男人吃吃，真是。我过的留言就是啥？喂，最近的信用卡不能分期了。可是我最近刚交了房租，手头实在是。 哇，双十一大促了！真的吗？哎，自然堂小灯泡面膜很划算哎！小灯泡面膜用的是超细纤维石墨烯微导膜布，就像用美容仪让抗老成和富勒烯高效渗透，不安提亮紧致，效果超级好。我要！哎，活动力度超级大，我帮大家抢啊！哎，姨，你不要啊？嗨，我刚买过，红油抄手，加量不加价，莫姨你要不要？ 喂，你好，你们需要兼职吗？还不下班？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坐。就是，咱们公司有没有提前预支工资的先例啊？我家最近，我刚交了房租，又赶上还信用卡，家里又来了个亲戚，我手头上实在是。 公司没有这个先例。哦，打扰了。但我有点闲钱，你先应个急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不行啊。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有别的办法还能来找我？那谢谢 Chris 姐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，微信转账记录都有。 你不用着急还我，把自己的生活弄好，等你参加完世界大赛拿了奖再还我。谢谢 Chris 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快回家吧。Chris 姐，我先走了。Chris 姐，你先忙啊。Chris 姐，再见。Chris 姐，拜拜。哇，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。 人家还是很值得的嘛。喂，下没下班啊？我助理请假了，粉丝送的礼物太多了，说不过来。哎，赶紧过来帮帮忙，有酬劳啊！有劳务？活多不多？一人够不够？我再带一个，给两份行吗？俩人。
行吧行吧，赶紧过来啊。啊，好嘞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您这儿招兼职吗？进来。啊？进来呀。哦。身材不错，皮肤好，眉清目秀，招人爱。之前卖过吗？卖什么呀？来，让我看看，你这么害羞怎么卖呀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你干嘛呀？你们找错人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想走？